车你见过吗？眼前这辆是中东版的宝马纯电动越野车，该车名为 The Dune Taxi 沙丘出租车，搭载的电动马达可以迸发出最大536匹马力，并且峰值扭矩为 1000 牛米。 Dune Taxi 有着相当前卫且充满未来感的外观，甚至有些像是外星人的宇宙飞船棒那般独特而引人注目。不过车头安装 BMW 的大型双肾格栅，还是暴露了这辆原型车的身份。从大型越野轮胎以及夸张离地的高度，还有车窗固定铆钉加上 OE 上掀车门和车顶进气口等设定，都能看出来自于越野厂车的基因。车体采用树脂强化天然纤维复合材质打造，兼顾强度与轻量化设计。在内饰方面，该车的内饰相当简单且战斗气息十足。 主驾驶的方向盘也采用可拆卸式赛车方向盘，简陋的中控上仅有一个朝向主驾的控制区域，顶端是一块液晶仪表，下部则是各种功能按键和旋钮。此外，车内还配备了一整套防滚架，以防意外发生。Dune Taxi 强大的动力配上由纤维增强聚合物制成的轻量化车身，让它在寸步难行的沙漠中展现出惊人的越野能力。这就是地表最强电动越野车宝马的 Dune Taxi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